前是单项女子双打的半决赛。今天这场半决赛呢，由中国的两位90后小将，19岁的陈梦、朱雨玲，他们的对手是来自朝鲜的金仲和金喜松。今天这场比赛，中国的这两位小将呢，在赛前提前1个多小时做了充分的准备，在现场。那么他们呢，今天没有在训练馆练习，而是在这个比赛的场地做了很长时间的这种热身。那么在9号的晚上，中国乒乓球队女队分别在东亚运动会上战胜了日本女队，而男队呢是战胜了韩国队，获得了东亚运动会的男女团体的冠军。那么从昨天开始，单项全面拉开战幕。截至到目前，女双呢现在是产生了4强。除了大家看到的这两队选手，另外两队呢还有中华台北的郑怡静、黄怡桦和来自韩国的朴英淑和梁夏银。那么今天大家看到这场比赛，实际上是女双这个项目当中，来自朝鲜的金仲、金喜松算是最强的一队选手，因为金仲呢是巴黎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这次金仲的这个混双和金鹤峰的配合也进了决赛。那么混双的决赛呢，将会在今天晚间进行，金鹤峰、金仲会和韩国的徐贤德、梁夏银来争夺混合双打东亚运动会的冠军。另外呢，在3个双打混双、女双、男双上，各国家和地区代表队呢只能报2队选手。中国队的另外一队小将赵岩和顾若晨是第一轮就出局了。第一轮赵岩和顾若晨是输给了朴英淑和梁夏银，没有晋级到8强。所以中国队呢，在女双上面只有一队，就唯一的，就是陈梦和朱雨玲。6-4。7-4。大家看到朝鲜这队选手金仲反手是生胶啊，他在近台经常能够在上旋球上有快速的弹压弹拨。10-5。好球。7-10。朱雨玲和陈梦呢，在相持这个阶段还是存在一个反手位左半台的一个跑位的问题。
朱雨玲现在比较靠前，而陈梦呢是退的稍微远一点，他们形成了这个一前一后，需要调整位置。现在7-10。10 A。这样11-8，第一局的比赛，中国队的小将陈梦、朱雨玲先胜了第一局。稍后呢，将继续为您带来第6届东亚运动会乒乓球女子双打的半决赛。红牛携手 CCTV 五邀您共赏羽毛球精彩赛事。双零盛会将感恩进行到底，来自东风轰达。呼声。Who's up first?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这场女子双打半决赛的第二局比赛。第一局是中国的小将陈梦、朱雨玲先胜。来吧。好球，你看还是一个跑位的问题。第一局的比赛虽然陈梦、朱雨玲是11-8赢了，但是在后半程应该说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反手位左半台的相持阶段的一个跑位。陈梦呢，因为他退台稍微远一点，所以他击球的时候呢，经常感觉位置不合位，不合位的情况下呢，这个球拉起来就容易失误。有难度。那么实际上，两个右手配合，这个跑位的问题呢，最高境界是全台用正手跑，而不是用反手。反手呢，也只是主动的去进攻式的来跑位。而不是就是仅仅光是跑位，然后光是普通的相持。所以以前你看邓亚萍和乔红他们的跑位转得很快，但是到最后他们打得好的时候，都是邓亚萍的正手侧身，包括乔红也会跟进。当然乔红的反手很强势。那么截止到目前，东亚运动会呢已经产生了两个冠军，分别是男女团体，男子是中国战胜韩国。女子是中国战胜日本女队。那么单项的比赛呢，目前的进程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男女双现在是产生了四强，男子双打四强，郝帅严安，有韩国的李湘秀、赵妍来，中国的周雨、樊振东，对日本的丹羽孝希和松平健太。这是男双的情况。混双呢，今天晚上将进行决赛，分别是一对朝鲜选手和一对韩国选手。朝鲜的就是世界冠军金鹤峰、金仲对徐贤德，韩国的梁夏银这对选手。另外呢，就是男女单，男女单现在是八强，男单的上半区有延安陈建安，来自中华台北的选手，另外有韩国的郑荣植、松平健太、丹羽孝希、金鹤峰、李湘秀、樊振东这八位选手。那么所有的单项，只有16个位置，不像世界锦标赛可能有128个位置。或者64个位置，这所有单项，不管是男女单、男女双和混双，都是16个位置。女单也是八强，朱雨玲、韩国的梁夏银、朝鲜的李明顺、
日本的福原爱、石川佳纯、徐孝元、金仲和陈梦。我觉得这里面女单的看点主要还是在看韩国选手这个削球的徐孝元，她的表现啊，在这次比赛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大的亮点，因为在团体赛当中她打的还算是很有新意，因为她的削球和结合进攻的打法很多观众呢也非常喜欢。那么朝鲜的金仲呢是左手横拍选手，可能大家呢对他也有印象，他是巴黎世界锦标赛的混合双打冠军，和金鹤峰配合，据了解呢拿过世锦赛的混合双打冠军呢，对于朝鲜来讲乒乓球这个项目应该说是一个几十年来的历史性突破。那么他们回到朝鲜也受到了很高的礼遇和奖励，据说朝鲜政府呢是给他们每人一套住房，另外呢还有一套沙发，他们也非常高兴，而且呢他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啊也能够更好的去发挥自己。现在就是说相持当中啊，虽然朱雨玲和陈梦他们的整体的这种相持的质量、旋转实力啊，要好于这个朝鲜这对选手，就是金仲和金喜松，但是呢，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朝鲜这对选手呢，他是左右的这种搭配啊，他不存在跑位问题啊，所以相持呢，他会比较省力。那反过来讲，陈梦和朱雨玲啊，他们在相持当中就必须存在一个快速的要寻找位置的一个问题。你看就这个环节现在处理不好，实际上反手的跑位处理不好完全可以不要反手，就全台侧身两个人侧开侧顺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然后再结合反手的相持，哎，老在找位置，总是找而且越找越找不好。这个球非常的危险啊，因为看似已经比较被动的，但是退到远台的陈梦呢还是用反手的这种弧圈球旋转拔住了这一板。现在追成九平。拉住，好球。我们看到中国的朱雨玲和陈梦实力超群，你看这样的球是个意外球啊，擦边也把他这个球都救起来，也明显能够看出中国队的陈梦、朱雨玲他们目前的一个极佳的状态。好的，哎呀，这个球真的不容易，9-6，一直落后，很被动，很下风这局，但是朱雨玲、陈梦啊遇到困难没有气馁，逆转了，11-9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这场女双的半决赛。
这是客户端 Go 体育，点开它，你的看球生活将与众不同。 Go 体育可以让你随时获取比赛信息，与全世界的球迷交流，更让你置身紧张现场，实时与比赛同步互动。你好，我的任意球机会他能打进吗？快来选择吧，投进了。你是愿意付出金钱积累脂肪，还是愿意不停互动获得积分呢？还等什么？快登录 Apple Store 及各大安卓应用商店下载 Go 体育吧。 Go 体育，多点互动，多点精彩。未来广告。Who serve first?You.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接着为您带来在天津东丽体育馆进行的第6届东亚运动会乒乓球单项女子双打半决赛，中国队的小将陈梦朱雨玲对来自朝鲜的金喜松和金仲。DPR Korea to serve. La ball.来看一下第三局。刚才啊，在这个交换场地的时候，啊，陈梦的主管教练刘志强也一直在看台上，啊，给他们一些提醒，啊，希望他们能够跑起来，能够兴奋起来。然后呢，尽量呢少拉大手，因为前面都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相持的过程当中，陈梦和朱雨玲的跑位，主要是陈梦的，因为她拉手拉的比较大，因为她退的稍微远一点，她的球路和朱雨玲还不一样。朱雨玲是坚持近台，而陈梦呢有一定的空间，她能退下来，所以这时候需要找好位置，减少这个相持当中的失误。刚才陈梦在开局的时候就在台前，能够借力。小动作相持。另外呢，就是说教练员所担心的就是上午的比赛啊，一般来讲实际上乒乓球这个项目呢，上午的比赛是有时候运动员头脑更容易发懵的时候，容易好像那个困劲儿啊，早上那个困劲儿还没有过去，他的兴奋点绝大部分兴奋点都是在晚上，一是上午9:00，这种状态啊需要强烈的自我调动。所以原来我记得有一些大赛啊，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就冷门基本都是早晨报的，早上9:00，然后说某某某输给某某，特别惊讶的一些消息。好球，所以呢，这个运动员呢，有一些调动慢的人，在上午的比赛，他特别需要提前来练，就是练，把身子练热开了，完全练开了，熟能生巧，熟练当中可能自然这个状态就被调动起来了。We fight.好球，过分。对，朝鲜运动员、韩国运动员，他们有很多很相似的一些特点，就是在场上的这种跑动能力。另外打球呢，普遍就是亚洲的选手呢特别顽强。我们也看到。在前天晚上男团决赛，中国队和韩国队，包括朝鲜队，包括中国队，实际上身上都有很多优良的品质，就是在场上特别顽强，
不管是输赢，啊，都要拼到最后一分。Six five。Time out。那么反过来讲呢，就是说从这个一些比赛的特点上来看，就是欧洲运动员这个打球是很好看啊，很养眼，动作潇洒漂亮，很大，回合也多。但是呢，欧洲选手在比赛场上的这种咬劲儿、斗志啊，确实和亚洲运动员有差距。就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欧洲选手有困难之后，他这个比分秃噜的比较快，有时候全是一串一串的输。啊，亚洲运动员他很多时候就是在比赛场上特别的顽强。当然，我们也是特别希望这种欧洲、亚洲的选手能够互补，啊，相互的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Six five. One seven.好球。Nine five。你看这一局的比赛，实际上是三局比赛当中陈梦、朱雨玲打的最轻松、最轻松、最顺手的一局。啊，前两局呢有点磕磕绊绊。特别是这个反手的找位置，反手的跑位问题，就即使赢了啊，他也是不太舒服，打得不太顺当。但第三局是朱雨玲、陈梦最轻松、最简洁的一局。哎呀，这个球，啊，朱雨玲一个身体的掩护，手上的。及时出手，防到了直线，这样中国选手陈梦、朱雨玲现在3-0领先于来自朝鲜的金仲和金喜松。活着，不为迎合别人的期待，身心俱疲，也要继续向前，保持好奇，着迷于未知。探索不期的边界，让我心潮澎湃。我是新探索客，探索永不停止。The North Face。更多体验，更多表现。More me， 给我更多红星尔克。Fourth game， China to serve。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这场女子双打的第四局比赛。One down。Love pool.
从这场女双我们也看出，像朱雨玲、陈梦中国的新生代啊，除了像李晓霞、丁宁、刘诗雯这样的最顶级的选手，实际上陈梦、朱雨玲啊，他们的成熟和进步也基本上啊可以这个代表中国队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来抗衡。啊，当然还是要看比赛的性质啊，如果是到了那种啊最要命的时候啊，必非拿不可的时候，这个很重要的大赛啊，朱雨玲和陈梦啊，他能不能正常的发挥啊，这个还是要通过实践。漂亮，朱雨玲的台内调打。朱雨玲刚才是反手的拧拉出界。朱雨玲这运动员呢，自从出道之后应该说这个成长的这个步伐还是非常快的。另外朱雨玲呢，她是手感特别好，主要是以稳防守反击这样的打法啊，这种打法呢应该说在她这个年龄段来讲呢需要加强进攻，太保守不行，太稳不行啊，稳了以后他没有锋芒啊。也有人说呢，朱雨玲这个打法是懒人打法啊，懒人打法就我不发力，我全上台让你发力啊。但是懒人打法这个还是要根据他自身的一些特点，实际上这些特点呢就是说不是说他想懒啊，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的、已经定型的一种模式，想改变很难，只能相对改变。大家看这一局呢，朝鲜选手呢还是拼得非常凶的，7-4领先于朱雨玲和陈梦。正手，好球啊，朱雨玲这板球你看在近台的时候他反手突然一甩啊，这个甩是很潇洒的，大家看手腕的这种前臂的力量。9-8
18. Match, 这样的话，中国的小将陈梦和朱雨玲，就完胜了朝鲜选手金仲和金喜松，顺利的晋级了女子双打的决赛。他们将和来自韩国的梁夏银、朴英淑来争夺第6届东亚运动会乒乓球女双的冠军。这场比赛先为您介绍到这儿，稍后呢将会是为您带来的第六届东亚运动会乒乓球男子双打的半决赛。Ladies and gentlemen, semifinals.